少年们在找什么？咦，东西去哪里了？找东西可真难找啊！嗯，刚刚还在这儿呢，我的最爱呢。你看到了吗？刚刚就在这儿的。哎，好奇怪，也不在我这儿。哦，姚晨来了，但是他找不到了。哎，铁子们，找到了，新年礼物在这里。啊，原来藏在这里啊！我们找的就是让你快乐的元旦。新的一年了，希望大家所有的事结果都和这个元旦一样圆圆美美。新的一年和元旦一样，所有的好运美好都是你第一个送的。不管是元旦、元旦还是元旦，希望你的快乐多了三倍。跨过元旦就是崭新的一天，一定记得要把不开心留到12点前，12点后要按下快乐的按钮。Rice 在这里祝各位元旦节快乐！